昏蒙蒙的云似乎随时要从高空掉下来，寂静又阴沉。忽然，尖锐的哨声响起，刺痛耳膜，戒备。人群一阵骚动，你争我赶地向高地撤离。霎时，一道惊呼响起，有人掉下去了。好奇驱使着大家回头，下陷的凹地全部被黑色甲虫占领。掉下去的女生被虫巢覆盖，她死死握着胸前的坠子，乌青发紫的小脸瞬间爬满黑虫，短短几秒，已然变成一具白骨。可惜喽，身上还有几两肉的。便宜了黑虫，江幼薇从梦中惊醒，被数万只甲虫啃食的感觉仍然萦绕在肌肤上。她又梦见了自己前世在末世惨死的画面，看了眼头顶华丽的水晶吊灯，确定了刚刚的场面只是梦境，她才舒了一口气。缓了一会儿，江幼薇从柔软的大床上爬起来，拖着疲惫的身子进了卫生间洗漱。早餐吃的很简单，把冰箱里剩的两个菠萝包加热了下，边吃着，她拿着手机查看银行账户的余额。江氏集团40%的股份卖了40亿，扣掉税款，再捐掉零头，手里还剩30亿。想起黑虫爬满全身的画面，顿时没了吃饭的心情。江幼薇艰难咽下最后一口，还剩了一个。意念微动，只眨眼的功夫，菠萝包凭空消失。他重生了，死前护着的玉石是已故父母留给他唯一的念想，没想到重生回来，这玉石竟然化作了一个随身的静止空间，只要他想，就能将触碰到的任何物品放进去。想一想，这也算因祸得福。哐哐哐。放空的思绪被暴力的敲门声打断，来人没有按门铃，那架势恨不得要把门砸烂。昨天才签完合同，今天一大早江家人就兴师问罪来了。江幼薇细血的勾起唇角，不急不缓走进衣帽间，拿件粉色毛绒小外套披在身上。刚过完年，南方的温度还是很低，江文年在门口站了老半天，砸门砸的手都冻僵了，本就一肚子火，这下更生气。忽然门从里面打开，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小脸白白净净，大眼睛里有几分懵懂，还有几分迷糊。二叔，你找我？女生半开着门，粉色的毛绒外套衬得她肤色胜雪，精致的小脸挂着礼貌的微笑。江文年可不管面前是什么绝世小萝莉，他只知道自己公司的股份被卖了，他白白损失了40亿。40亿呀、啊、江幼薇，80亿的股份你折半就卖了，你怎么这么蠢？现在赶紧跟我去把股份要回来。江幼敏抿了抿唇，也不打算请人进屋喝杯热茶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，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股份，我是个成年人，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，况且合同都签了，钱也拿了。江父是独生子，江文年是他的堂弟。江氏集团起步之后，江文年就打着亲情牌进了集团，混了一个老总。后来江父江母遭遇车祸去世，江文年接手公司，并想将其占为己有。江奶奶在世时极力为孙女争取了40%的股份，否则这年幼的小孙女迟早被江文年扫地出门。江文年被江幼威气的面如猪肝，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？女生面上毫无波澜，她扯了扯嘴角，勾出一抹敷衍的假笑，您知道就行，慢走不送。江佑砰，耳边清静了，屋里暖气开得足。江佑微脱掉外套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微信上跳出好几条江文年的消息，相亲相爱一家人里也有十多条，全是江文年在控诉他的恶行，有几个关系不亲近的叔伯在里面帮江文年说话，纷纷指责江佑微心眼小不会做人。看了一圈，女生动了动手指，发出去几条消息。江佑微，各位长辈，我爸开公司的时候没问你们拿过一分钱，公司从头至尾都只叫江余年，而我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。江佑微，我已成年，怎么处置股份是我的自由。江佑微，你们要是懂得如何做人，就先把继承人的股份吐出来，再站在道德制高点制裁我。三条消息发出来，群里的叔伯屁也没放一个，只有江文年还在里面骂骂咧咧。江文年，我们辛苦养大你，你一句感谢都没有，还咄咄逼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江幼薇，花120亿请几个保姆，谁亏？一时间群里安静如鸡，发完几条信息，江幼薇直接退群。江文年生了好半天闷气，终于搜集了一堆冠冕堂皇的措辞，打了近半个小时的字，最后艾特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群成员里找不到人了。江文年，江幼薇退群了。是啊，文年叔你不知道吗？江文年，上午8:30，江幼薇再次进衣帽间换衣服，出来时穿了一套加绒的卡通卫衣卫裤。她个子不算矮，净身高有165，一套下来也不显臃肿。戴上帽子和口罩，乘电梯下到地下车库，开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出去，驶出热闹市区，又开了半个小时，面包车停在西郊的一个大仓库面前。重生的第一天，她就把这个地方租下来，还请了专业团队专门帮她卸货、送货。卸货的时间是下午2点，江幼薇则第二天一早来清货，这样在时间上和团队的人完全错开。仓库的面积不小，粗略估算有1000平，优质的米、面、粮、油将仓库塞得满满当当。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这些物资全部收进了空间。西郊这一片有很多工厂，衣食住行全都涉猎，每天进出的货车不计其数，没有人会怀疑仓库的货物是怎么没的。完成任务之后，江幼薇拿出手机，在清单上划掉一行。末世到来不算突然，从4月份开始，温度持续升高，到了7月份，温度已经突破70摄氏度，且居高不下。数月时间，全球愣是没下一滴雨，好不容易迎来降雨，电闪雷鸣过后，竟然下的是拳头大的冰雹。在外欢呼的人们被砸得满头鲜血，短短几十秒，血流成河。紧接着是海啸和大雪，-50度的低温，冻死谷随处可见。严重的灾害，没有条件种植粮食，有限的资源只能让一部分人存活。江幼薇本就是五体不勤的大小姐，在末世中苟活8年，没有粮食，她吃糟糠，啃树皮，狠了连土也不放过。没有水源，就喝浸泡腐蚀的脏水，哪里顾得上有没有细菌病毒？这年头，连活着都是奢望。8年，末世的苦她已经吃够了。不管是什么原因让她重生，她不会再让自己置于危险当中。活着还要好好活着。锁好仓库大门，江幼薇钻进面包车，跟卸货团队确认今天下午的货物是一批从屠宰场运过来的鲜肉，肉的种类多，数量又多，肉腥味很重，对方要求加点钱。江幼薇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，答应得很爽快。打完电话，她开着车去了当地最大的水厂，没有食物，人可以撑7天，没有水，人最多活3天。江幼薇的订单量大，不压价还得钱爽快，水厂负责人答应帮她定制水箱和水桶各5000个，水桶容量很大，能够装1吨，水箱则是她的2倍。江幼薇没贪小便宜，自己付了材料费，又加钱10万块，提了一个要求，水桶装直饮水，水箱装自来水，负责人
人自然是乐呵呵的答应，承诺这些物资一个月内可以送到指定地址。从水厂出来，快到吃午饭的点，江佑威将车开进附近最大的百货超市，叫几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搬了60箱最便宜的矿泉水和20箱袋装泡面到他的面包车上。七座面包车后面的5个椅子全部清空，空间很大。付完钱，把车门一拉，车窗一关，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车内的情况。一念一动，80箱物资全部被收进空间。这些物资还远远不够，江佑威打算联系面试厂家进货，撑着还有点时间，他又跑了几个大超市，买了一些像自热火锅、自热米饭、自热麻辣烫这样的食品。东西一箱一箱的往车上搬，到了饭点，江佑威某美食团上面看到了一家评价较高的新餐馆，离他也近，跟着导航把车开到店门口，里面的人不多，他一进门就点了10多个菜，老板娘正记着菜单，等面前的小姑娘说完，他笑着问：“小妹啊，你这是几个人吃啊？要不换个大桌，小桌放不下这么多菜嘞。”江佑威也朝他笑了笑，除了第一个菜，剩下的全部帮我打包，米饭也打包。行，我给你多打几盒饭嘞，谢谢。很快，老板娘就上了一盘小炒黄牛肉，天气冷，又给加送了一个紫菜蛋花汤。老板娘，这汤怎么卖呀？我想打包。江佑威端着碗，一口气咕噜了一大半。你要打包这汤？加个打包盒的钱，2块钱一碗。老板娘见小姑娘爱喝，自己也高兴得很。行，帮我打包100份，可以可以。就是你要多等一会儿。江佑威点头，表示不介意。老板娘笑着进了后厨，只见她吆喝一声，几个小帮手从楼上噔噔跑下来。小炒黄牛肉味道刚好，肉质也嫩，江佑威吃得很满意。等他慢悠悠吃完，老板娘也将打包餐全部装进了面包车。老板娘，我还想订餐，数量比较多，今天付定金。老板娘一听，笑着问：小妹，你想订多少啊？我这虽然是新店，但是食材干净，分量也足，来我这吃饭的老板没一个说不好的理。江佑威看了他一眼，说：就今天点的这些菜，每样100份，没问题，明天就能过来拿。老板娘利落地应下来，好，我明天下午4点过来。江佑威特意隔开了饭点，好让老板娘正常做生意。老板娘喜笑颜开地送人上车，可以的，那明天等着您嘞。从餐馆离开，江佑威去了一趟家政中心。他活了21年，不怎么会做饭，读书的时候吃食堂，大学毕业了基本都是去饭店吃，不想出门就点外卖。一个人独居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除了每周固定来清扫的钟点工，家里基本没有人会来。他买了那么多肉，要是只能看不能吃，就太可惜了。打定主意后，立马在家政中心找了两个做饭好吃的大姐，一个月工资开到3万，雇佣期2个月，当月月底给工资。两人的任务也很简单，早上7点上班，中午休息2个小时，晚上7点做完晚餐下班，每天就是变着花样做各种美食，然后教会雇主。江佑威特意在网上定制了一人餐的可降解食盒，用来装这些天做的美食，工资开得高。两位大姐表示第二天就能上班，相互留了微信后，江佑威开着车去了下一个目的地，服装厂。卧室里是要啥没啥，能有一件不露屁股的衣服穿，就已经是个体面人物了。服装厂的经理是个小眼睛男人，看到来谈生意的是个白嫩水灵的小姑娘，不禁皱了皱眉。虽然他们厂的衣服质量好，且出货效率高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合作的。你一个人来订货？经理往门口瞅了瞅，这也没见到有能谈事的人啊。对，这是我列的单子。江佑威从口袋里拿出一张 A4 纸，上面打印了一份表格，有各类服饰的数量。经理还以为是这小姑娘是要开店创业，耐着性子坐下来看了一眼，短袖套装10000，运动长袖套装10000，黑色长款羽绒服10000。小姑娘，你这开什么店啊？要下这么大的单？经理想劝劝这个创业新人，哪有人开店要进一年四季的货，还要订购一批5颜6色的布料，简直离谱，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江佑威笑笑，没有做过多解释，我钱多，这些衣服都只要简单款，不要太华丽，反正在卧室里随便穿穿，丑不丑的无所谓。不是，你这种老年风格确定能卖出去？江佑威眨了眨大眼睛，顺着他的话答，我就是卖给老年人，既然卖给老年人，也要准备男性顾客的衣服吧，反正都不精明，索性再坑一把，争取清完库存。江佑威垂下眸想了想，要是末世结束，他剩下的衣服还真能开一个百货大楼。经理看着小姑娘思虑的模样，眉心一跳，这是开窍了，不会要变卦吧？好，你还脆生生答应了。经理一拍脑袋，真好。是他想多了。江佑威问经理要了支笔，加上男性服装，每款个5000件，除此之外还加上儿童服饰，每个款式的数量也定在5000件，订单的数额很大。江佑威先付了2000万定金，地址留的是西郊大仓。经理看着人傻钱多的小姑娘，额头的川字纹很深，他这心里是又高兴又心疼。高兴是因为仓库里那堆卖不出去的货终于有了着落，但又心疼这小姑娘口袋里的钱，做生意失败得喝西北风了吧，太傻了太傻了。经理已经没法直视这个傻姑娘了，服装厂的衣服要等一个多月，现在才2月底，真正的末世要7月才开始，这么点耐心江佑威还是有的。重新开上面包车，他去了最大的车行。末世灾害不断，道路也不平坦，江佑威挑了几辆黑色低调越野车，又买了2辆黑色房车。江富婆大手一挥，翘着二郎腿指点江山，这辆那辆后面那几辆都买了。销售老哥又是端茶又是递水的，仿佛已经看见高奖金在向他招手，一张嘴就没合拢过，脸上笑出花了。江佑威没有跟销售砍价，在网上搜了下油价之后，笑着问，买这么多车送汽油不？销售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，笑着答，送，你要多少？江佑威抿唇轻笑，比了个数，600升。6000。他从座位上起身，我买5辆车，6000升汽油送得起吧？这有点困难。销售面露难色，江佑威呵呵一笑，也不说话，转身就要出门。销售急了，赶紧追上去，小姐，我得跟上头汇报才能回答您呀，要不您再等等。江佑威不吃这一套，脸上也没了之前的笑容，眼中带着杀气，这是在末世锻炼出来的气场，能说会道的销售被这么一扫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都不敢和他直接对视。等，买车的事也等我心情吧，这么大的车行缺这点油。眼看着人要走出去了，销售一咬牙冲门口喊，送，我们送。听到这话，江佑威把脚缩回来，转过身，脸上的早已乌云散去，
面容和蔼，他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，又当场在店里买下一辆吉普，全当给销售冲销量，这把销售高兴的，三十多岁的人对着江佑威一口一个江姐叫着，车行经理也高兴，叫了六个人帮江姐开车回家，汽油也直接用油桶装好，全部放在车上。江佑威没有让他们把车开回自己的小区，而是把人带到没有监控的地段，再将人打发走，趁着四下无人，飞快将新车连带汽油收进空间。下午五点半左右，天就已经黑了。江佑威没有回家，又开着面包车去找饭店吃饭。这次的饭店很大，他跟白天一样，点了二十多个菜，只留下两个自己吃，剩下的全部打包。吃完饭，找来经理说订餐的事情，所有招牌菜全部打包200份，要新鲜热乎的，约好时间取餐。时间还早，他又去了夜市，囤了一大堆油炸、烧烤、麻辣烫，接着去逛了超市，鸡腿、凤爪、辣条、巧克力、小饼干、干脆面、小零食买了一大堆。他的随身空间无限大，又是静止的，拿进去之前什么样，拿出来还是什么样，根本不用担心变质过期的问题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存放活物，否则会立即断气。生命值高于5%的生物放不进去。江佑威也不担心会误杀的事情，像种子这种生活成本低的，倒是还能活着。他用黄豆做过实验，除了长势差了点，其他问题不大。路过甜品店，江佑威进去买了几块点心，还预定了一批甜品。出来后，整个人都是乐滋滋的。他住的楼层不是很高，在第九层，电梯房独门独户，没有芯片密码卡，外人想上楼就只能走楼梯。江佑威没有直接上楼，而是在地下车库等外卖。他在五个店分别下单了20杯奶茶，都是爱喝的口味。等到大雪极寒的时候，来杯热乎乎的奶茶，配上烤肉，一定很美妙。五个快递员来的时间差不多，江佑威将奶茶放到车上，关上车门，再将它们收入空间。像奶茶和甜品这种食物，他不打算一次性全部买齐，毕竟距离末世的时间还很长。这段时间，各大奶茶店和甜品店都会推出不少新品。到家，江佑威美美的洗了个热水澡，他的头发不长，齐耳短发洗起来也方便。吹干头发之后，立马钻进软绵绵的被窝，拿出平板开始网购：手机、平板、电脑、充电器、插线板、耳机、电线、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空调、电扇、睡衣、袜子、拖鞋、凉鞋、雪地靴、高筒靴、马丁靴、低筒靴、雨鞋、板鞋、运动鞋、抽纸、卷纸、湿厕纸、消毒湿巾、沐浴露、洗发水、护发素、身体乳、肥皂、香皂、洗衣液、洗洁精、消毒水、护肤品、化妆品、卸妆产品、锅碗瓢盆、筷子、叉子、西餐刀、烤箱、电饭煲、高压锅、煤气灶、烧火炉、电炉、取暖器。想到末世之后，世界的治安秩序会崩溃，江佑威又在网上订制了一批电棍，还在几家大药店里买了一些常用的感冒药、退烧药和消炎药，其他的药品他打算去药店逛逛再买。付完款，已经是凌晨三点了。江佑威爬起来上了个厕所之后，赶紧睡觉。翌日，他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，在微暗的光线下找到手机，江佑威接通了电话：“江小姐，我们已经到小区楼下了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呀？”听到这声音，江佑威立马从床上爬起来，伸手拉开窗帘，强光照进来，他眯起眼睛，穿上棉拖就往外走。王姐对吧？我现在就给你们按电梯上来。江佑威挂掉电话，抓起一件外套披在身上，出门去楼梯间按电梯，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看着电梯从一楼到九楼，叮，门开了，他看到了两个衣着相似的中年女人。江小姐你好，我姓王，高一点的女人就是王姐，我姓李，矮个子是李姐。江佑威朝两人点了点头，拿出两双新拖鞋给他们换上。王姐和李姐非常的敬业，两人眼里有活，一进门也不闲着，飞快速收拾完客厅，立马就钻进厨房大显身手。江佑威则在卫生间刷牙洗脸，用洗脸巾擦干水分之后，精致的护完肤，然后进衣帽间换了一套舒适的衣服，冲了一杯咖啡。王姐和李姐的早餐也做好了，一道牛骨小排，一份猪肉煎饺，还有一道红豆薏米粥。江佑威浅尝了一小口薏米粥，薏米煮得很烂，没有生味，甜度也刚好，适合解腻，好吃。他由衷夸赞。王姐和李姐见雇主满意，自己也高兴。江佑威要去西郊清货，让王姐和李姐上午根据冰箱里的食材做几道菜，再装到打包盒里。客厅里还有一个保温柜，专门放打包盒。等到下午他回来了，再教他做菜。王姐和李姐高高兴兴地答应了，每天在漂亮的房子里做做饭。一没有业务指标，二没有老板监督，身边有个人聊天，工资又特高，这简直是神仙工作嘛！外头是艳阳高照，江佑威看着高空中悬挂的太阳，不禁蹙起眉，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人死在这样好的阳光下。江佑威将车停在仓库门前，一推开门，他就闻见浓重的肉腥味，鸡鸭猪牛羊五种肉类混在一个仓库中，味道一言难尽，难怪卸货团队要加钱。还好现在气温低，要是天气再热一些，整个仓库怕是要变成苍蝇场。江佑威捏着鼻子，按顺序将这些肉放进空间，仓库里还有腥味，他皱着眉打电话找了人过来清洁。搞完这一切，江佑威开着车继续按照清单上列举的物资进行采购。江佑威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中午又跑了几个大饭店订餐，将菜单上菜品全部打包，每次都是500份。遇到管事的问他买这多干嘛，就用办酒席订餐为理由。下午4点，江佑威要去新餐馆领餐，就没去学厨艺。付完尾款，他开着车跑了几个大超市，水、牛奶、酸奶、泡面、糖果、饼干和辣条，全都一箱一箱的往车上搬。为了搬更多，江佑威中途还租了一辆卡车过来。海城的批发市场远离市区，离西郊大仓很远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江佑威在批发市场租了个房，以开百货超市为由，花钱请人帮自己在批发市场进货，委托人也不是所望，收了钱之后，连烟酒批发都打点得妥妥当当。至于蔬菜水果这种食品，江佑威直接到果园和蔬菜大棚里去采购，看得见的新鲜，还少了中间商赚差价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海城的果园不大，为了买到更多果蔬，他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国内跑了个遍，顺便买了许多当地的土特产和特色小吃。时间过得快，江佑威没有一天闲着，
一眨眼就到了四月底，天气一天比一天的热。好在他的物资都采集的差不多，毫不夸张的说，世界上最大百货超市的囤货都不足他的十分之一。在李姐和王姐的教导下，江佑威的厨艺也小有成就。这两个月诞生在厨房的美食全部被他收进了空间。温度突破40摄氏度这天，江佑威给王姐、李姐发了第二个月的工资。江小姐，你是不是给多了？明明是50000，你给了80000。江佑威抿唇笑了笑，他很喜欢这两位大姐，剩下的是奖金。现在这温度高的不正常，你们自己多注意点。家里备些药品应急。两位大姐十分感动，神仙雇主也太好了，寒暄了几句。江佑威目送二人下楼，等电梯门一关，他退回屋里，打开电视收看新闻。从过年到现在，全国乃至全球一滴雨都没下。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报道天气，政府要员也经常开会商议应对方案，并通知了各地区人民注意，今晚会人工降雨，关掉电视，趁着还没有热到极限。江佑威打电话叫了装修师傅上门换玻璃，等装修师傅上门的时间里，他又从空间里拿了防盗门、防盗网、隔热膜和隔热材质的窗帘出来，准备叫师傅一起弄上去。在家等了一个小时左右，装修师傅终于上门了。一个中年男人背着银色三脚架出了电梯，灰色的衬衣短袖被汗水浸湿，头上的汗也是滴个不停，后面还跟了两个年轻的帮手。江佑威拿出一包湿纸巾递过去给师傅们擦汗，先喝点水吧。江佑威从冰箱拿出冰镇过的矿泉水和饮料，全部塞到他们的手边，谢谢哈。中年男人笑着接过，灌下半瓶水。他从包里拿出工具，先进门帮雇主拆掉旧玻璃，然后安装防盗网，接着换上隔热玻璃、封胶，所有东西都是江佑威准备好的，师傅只要提供技术就行。三个人做事很快，一整套流程下来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。江佑威正好也要出门，笑着三位师傅送到楼下，又发了几包烟才离开。他找门道买了船和游艇，还买两架直升飞机，这些交通工具他都没碰过，报了速成班。反正到了末世没人会管你开飞机有没有驾驶员证，船员培训时间短，江佑威只花了3天学会开船，直升机培训时间较长，而且高空作业，江佑威不得不直面太阳，即便涂了最贵的防晒，他还是晒黑了2个度。一周后，江佑威才从速成班结业，白白嫩嫩的小姑娘，脖子以上的露肤全被晒成了小麦色，护目镜的防晒效果不错，两只眼睛周围的肤色较白。回家一照镜子，江佑威看着自己的白色熊猫眼，不得不说非常别致。洗完澡，江佑威打开卧室空调，将温度调到了28摄氏度，随后撕开一张美白面膜敷在脸上，半躺在床上玩手机。最近他都很忙，又是囤货又是学艺，没怎么去管手机上的消息。他没有什么朋友，毕业就退了学校的各种微信群，现在也就剩一个19栋业主群还保留着，微信群都设置了免打扰，看着99家的消息。江佑威点进业主群，里面已经有人在预言末世。201，这个温度高到离谱，去年5月我得穿外套才能出门呢。1801，是啊是啊，往常都是过了端午才热，今年五一出去一趟我都差点中暑。2301，不会是世界末日吧？201，还真的有可能。新闻里不是说高温是全球性的吗？北极冰川都开始融化了。1001，那咱们得多囤点吃的。1201，多买点大米、土豆、红薯，这些放的时间久，还要多买水。1301，卫生纸也要多买点。501，大家接着说，我拿小本子记下来。上一世江佑威也囤了东西，就是不多，没撑过极热就吃光了。他退出界面，正好看到有人发过来一个好友申请，点开新朋友，对方用的是中二漫画头像，性别显示男，从小到大，他也没和异性说过几句话。很快，对方又申请添加好友，这次他的申请信息多了几个字：堂姐，我是姜维，姜维是他一个堂叔的儿子，比他小2岁，不熟。奶奶还在世时，两人打过几次交道。姜维，堂姐，你还在海城吗？海城是国内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，江父就是在这里抓住了机遇起家。江佑威简单回了个嗯，然后揭掉脸上的面膜，下床去卫生间洗脸，涂上精华和清爽的乳液，他才重新爬到床上去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姜维发来好几条消息。姜维，堂姐，最近几天的高温不正常，你要不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？姜维，文年叔叔在乡下盖了好几栋别墅，还囤了很多粮。后面是姜维发的一个位置。姜佑威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姜文年现在是海城数一数二的人物，他人脉广，知道的消息也多。他突然在乡下别墅囤粮，想必是得到什么内部消息。前世他跟姜文年没有闹翻，没一个人叫自己去别墅。这一世姜佑威直接得罪了整个姜家人，他们还这么好心，无非是惦记着他手里的钱罢了。姜维的信息回得很快，姜维，你是我姐呀，姐，摇钱树吧。姜佑威回了个哦。另一边，姜维看着屏幕上的哦，搞不太清楚对方的意思，姜佑威是回来还是不回来？一觉醒来，外面天已大白。江佑威起床，先订了张飞沙特的机票，然后刷牙洗脸涂护肤品。日光一照进来，江佑威看着镜中的熊猫眼，抿抿唇，憋下胸中那股笑意，趁着温度还没升上去，他赶紧在后脑勺上扎了个小揪揪，戴上墨镜下楼，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吃早饭，然后开车前往机场。他买的飞机和游艇全都要烧油，国内管制严格，个人要买大量散装燃油，要去居委会开证明拿介绍信，还要登记用途。只要他往居委会门口一站，不出半天，整个小区的人都会知道19栋有个富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秩序一旦失控，这个富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还是去国外的私人油田保险一点。飞机商务舱的乘客并不多，江佑威接过漂亮空姐递过来的饮料时，注意到他侧前方的乘客，一个体格彪悍的大汉，应该是晒了太阳的缘故，皮肤很红。大汉的右手搭在侧边的扶手上，虎口的茧子很厚。江佑威大胆猜测了一下，这个人可能常年用枪，他的空间里面也有枪，不过是在地下黑市买的改装麻醉枪，真枪实弹的热武器，国内没人敢卖，他也不敢多问。要是被有心人举报，依法治国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江佑威只盯着他看了一会，很快就收起视线。大汉偏过身，扭头看了一眼侧后方，只有乘务员在热情介绍餐车食物，并没有看到可疑人物。飞机抵达沙特，江佑威从自己的小背包里拿出一条深色丝巾，随意裹在头上。他和彪形大汉同时起身，出舱门的时候碰到一起。大汉低头瞥了女生一眼，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墨镜口罩一个不落，连根头发丝都看不见。沙特人都是这样似的。可。江佑威突然咳嗽一声，他往身后仰了下，示意大汉先走。大汉这才意识自己刚刚有失礼貌，朝人点了个头，快步下了飞机。
江佑威伸手拉住头巾，将脸挡得更严实了，才匆匆走上台阶下去。线人在地下停车场等，江佑威跟着指示路标，终于在停车场门口看到头戴米色酷飞椰的男人。江佑威上前跟他对了暗号，两人才出发前往私人油田。好在他的英语不错，与人交流没有什么障碍。在沙特待了五天，石油大亨便用特制石油桶装好燃油，全部运送到买主指定的地方。江佑威把物资放进空间，而后找到线人，问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购买枪支。线人收了钱之后，给他介绍了一个人，又卖给他一个交易账号。江佑威拿出在沙特买的二手手机，登录账号跟神秘人联系。神秘人的账号名称是英文，叫托尼。江佑威看到之后一愣，在华国，托尼几乎成为理发师的别称。江佑威开口就说明了来意，托尼也很直接，问他要什么枪，要多少。读书时期，江佑威报过射击兴趣班，上大学还花钱办了射击俱乐部的会员。他接触过仿真手枪，平时射击训练用也是手枪。于是江佑威买了两支手枪，一支狙。托尼要先收1/5的定金，江佑威爽快的给他转了钱，两人约定两天后交易。届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其他时间江佑威也没闲着，他走遍大街小巷，好吃的东西、新奇的玩意儿全部收进空间。交易当天，江佑威去了银行取现金，然后到了托尼说的咖啡馆。江佑威怕人盯上自己，特意在脸上涂了巧克力色粉底，又戴了顶长长的假发，紫黑色的大烟熏加上暗紫色口红，绝对能够吓哭小孩的装扮。咖啡馆开在靠近贫民窟的一条老街上，店里人不多。江佑威一进门，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冷酷女孩身上。冷酷女孩背着个性十足的大挎包往店里扫了一眼，视线和角落里的彪形大汉撞上。大汉拿着手机看了眼买家发来的特征信息，皮肤黑，长发。他抬起头看了眼几米外的冷酷女孩，不太情愿地举了下手。江佑威一愣，飞机上那个人就是托尼，这可真是巧啊。江佑威很不经意地在托尼对面坐下，背包就放在桌面上。托尼扫了他一眼，眉心轻不可见的皱了下，然后换了个姿势，正好挡住外人的视线，将脚下的大包踢过去，拿到了钱。托尼起身就走，江佑威没有急着离开，店里没有监控，趁着无人注意，将脚下的包收进了空间。在空间，他可以用意念移动里面的任何物品，在意念控制下，包自动打开，里面是枪械零件，还有几百发子弹，以及一张组装说明书。不得不说，托尼老师非常的良心。大约待了10分钟，江佑威出了店门，他的车就停在门口。一上车，江佑威飞快卸了妆，又换上正常的衣服，急匆匆往机场赶。他倒不是急着回国，而是先去南非买了一批钻石，这种值钱的装饰品和空间里的黄金放在一起，然后转到东南亚热带地区收购了一批热带水果，还买了水果种子。5月22号，江佑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这个时候的温度已经很高了，当天气温高达50摄氏度，微博已经炸了，实时热搜前面几个都是关于高温的话题。井号突破50摄氏度，井号井号情人节外卖小哥中暑，井号井号持续高温，井号井号你们秀恩爱我们热成狗，井号井号什么时候下雨，井号井号真的要被热死了的井号。点开话题评论里炸开锅，每刷新一下就多出上万条评论。别管我吃冰，外卖小哥听我说谢谢你。九一少男的梦，今年怎么这么热，不太正常呀，吃个屁，好久都没下雨了，没有梅雨的南方还叫南方吗？平安是福，拜托大家帮忙转发，省市严重缺水，精神病学者好恐怖，世界末日，我们不会都变人干吧。23号凌晨，井号世界末日，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井号，这个词条一出，瞬间占据各大互联网平台榜首。世界末日学说愈演愈烈，官方想压都压不下来。早上5:30，外面天已经大亮，江佑威拉开窗帘，又把窗户打开通风，外面的声音这才顺着空气飘进来。他不爱凑热闹，只是听到外面有救护车的声音，这才将头探出窗外多看了一眼。早上的温度还没有那么高，不到35摄氏度。江佑威把家里的垃圾用大袋子装好，换了一身清凉的运动装，遂拎着垃圾下楼，顺便在外面吃早餐。电梯从32楼下来，江佑威耐心的等着。电梯门一开，江佑威闻见浓重消毒水味，里面还夹杂几丝腐烂气息。这种腐败的气味他很熟悉，是从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。眼皮微微一抬，电梯里站了两个穿着白衣戴口罩的人，正抬着罩了白布的担架。想到那辆救护车，心中顿时了然，非常抱歉，再等一会吧。很多人都忌讳与死人同行，要不是逝者居住的楼层太高，他们就直接走楼梯了。江佑威摇摇头，表示并不介意。前世他在死人身上找过吃的，穿过死人的衣服，那些人的死状更凄惨，身上的烂味更大，只要能活下去，江佑威一点都不在乎。两人被他的举动惊了一愣，怎么还进来了？不过也没人多嘴，四人同乘电梯下到地下车库。江佑威先出了电梯，地下车库门口就有一个大垃圾箱，他2-3步朝那边走，喵，身后有小猫急促的叫声。江佑威转身看了一眼，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只有一辆救护车在缓缓启动，扔掉手中的垃圾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湿纸巾，抽出一张擦了擦手，然后从地下车库出去。早餐店就在小区门口，一出车库再拐个弯就到了。江佑威买了2个肉包，一瓶酸奶，一个芝麻饼。回去的时候他走的还是地下车库，那里凉快，救护车已经走了。江佑威边吃着芝麻饼边等着电梯，这个饼有点硬，不得不就着酸奶喝。瓶盖刚拧开，角落里就传来细微的声音，喵，声音里竟带着几分凄凉。车库里的光线比较暗，江佑威睁大眼睛愣是没看到猫的影子。他腾出一只手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往四周照了好几遍，喵，终于江佑威发现了蜷缩在电梯口侧边的小黑猫。小猫浑身黢黑，黑溜溜的大眼珠子正可怜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食物。江佑威弯下腰，发现他的脖子上还有一块黑色牛皮做的身份牌，果然黑色更显黑。江佑威伸手把身份牌拿出来，上面有主人的地址和电话，19栋3201。江佑威把手上的包子留下放在地上，喵，江佑威又把喝了一半的酸奶留下来倒在塑料袋里。小黑猫饿狠了，闻着香味就狼吞虎咽。江佑威回到车里吹了10多分钟的空调，他才下车就收拾小猫吃剩的塑料袋，喵，他一直在这里等着。江佑威扔完垃圾拿出湿巾擦手，等电梯下来了，小猫也跟着他进了电梯。9楼到了，江佑威出了电梯，小猫端端正正坐着，没有要出来的意思。犹豫了几秒，江佑威又进了电梯，按了32楼，或许是给了食物的缘故，小黑猫对他比较亲热，主动凑到他的脚边来。叮，32层到了，看到熟悉的一切，小黑猫叫了一声，
支着尾巴走出电梯，喵他用爪子扒着门，却迟迟没有等到主人开门。江佑威没看到这一幕，他已经乘着电梯下去了。回到家，他把房间的窗户关起来，窗帘也全都拉上，早饭全都给小黑了，自己还没怎么吃。江佑威从空间拿了两个虾肉饭团，又拿出一小瓶蘸酱，边看电视边早饭。还没到六月份，就已经有好多人因为高温中暑了，海城各个医院接收中暑病人的总数量超过1000。最近几天溺水死亡的例子也出奇的高，等到晚上天黑下来，江佑威才下楼活动，一到地下车库就看到一对夫妻大包小包从超市回来。我们走楼梯吧，电梯不吉利。为什么呀？这么多东西爬楼很累的。今天早上那个32楼的住户死了，从电梯运下来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没闻见电梯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吗？我在医院工作的表姐说，死有2天了，高温发酵都臭了。那个老太太还挺好的，怎么这么久才被发现啊？她自己一个人住，要不是家里养的猫饿得哇哇叫，还不知道要多久才会被发现。老太太就一个儿子，还在国外，医院中午才联系上人，挺没良心的。老妈的尸体都是出钱叫医院帮忙火化，说是工作忙回不来。年轻夫妻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江佑威在原地停了一会儿，转身进了电梯。小黑猫趴在门口，他又饿又渴，脑袋蔫蔫的。他的主人是个慈祥的老奶奶，他每天都会梳一个溜光发亮的头。不过现在他好像遇到了危险，一个人在床上躺了2天，即便他喊的喉咙都哑了，也没有起来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有陌生人进来，他们把主人抬到小床上，他跟在后面悄悄溜了出去。主人还是没醒，主人要被带走了。他追在后面，可是小短腿跑不赢四轮车，他跟丢了，他找不到主人了。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，有个好心人给他吃了东西，还把他送到家门口。他是最棒的小猫，要乖乖等主人回家。叮，小黑猫支起耳朵，主人回来了。看着小黑猫的耳朵耷拉下去，江佑威敛下眸子，出了电梯。他把手伸进口袋，从里面拿出一包不辣的小鱼干零食。喵，小黑猫嗅了嗅，圆圆的小脑袋在他手边蹭了蹭，然后小心翼翼吃着鱼干。江佑威抬起另外一只手，在空中僵了一秒，才落到那颗黢黑的脑袋上。你也失去了奶奶吧？他轻轻说。小黑猫抬头叫了一声，声音软软的，似乎是在回应。江佑威摸摸他的头。等小黑猫吃完，他又从兜里拿出一块方巾，然后捞起猫放在方巾上，带猫下楼。有只猫跟着，或许也还不错。人车喧嚣，街市依然热闹。江佑威拿起手机，对着远处的人间烟火拍了一张。喵，小黑猫从车子后面探出一个圆溜溜的脑袋。要不是他发出声音，江佑威根本不知道他在哪，得给他买件衣服穿，否则猫丢了都找不到。绿灯一亮，江佑威把手机放下，踩着油门前进。他直接开着车到了宠物医院门口，车一停，小猫就端端正正的坐在方巾上，懂事的令人心疼。江佑威给他买了个全身体检，做检查的时间比较长，他决定先到外头逛一逛。见人准备出门，小黑猫用嘴叼着方巾，蹭的一下从桌上跳下来，急急忙忙的跟在后面。小猫这是怕你离开呢？年轻的宠物医生笑着打趣。江佑威愣了下，他蹲下来摸摸他的脑袋，轻声道：“我等会儿再来接你。”说罢伸手拿到他嘴里的方巾，喵医生笑着把小猫带走，临走前问了一句，你家小猫叫啥呀？江佑威想也没想就答，江小黑。喵，看来江小黑很有自知之明。江佑威在最近商场逛了逛，虽然他的空间有很多衣服，可是看到店里漂亮的小裙子还是忍不住心动，买了一条连衣裙，又没忍住买了双美丽废物的高跟鞋。后江佑威到了婴幼儿服装专区，他在服装厂买了很多童装，婴幼儿确实没考虑到，随手拿起一件小背心，这个应该适合江小黑。有没有冬天的衣服？小宝宝的衣服都很好看。江佑威直接张开手臂往中间一拨，全要。一番操作下来，惊呆了销售员，冬天的，抱歉，没有货呢。江佑威抱着衣服去结账，搞得销售一度以为他是来进货的。从商场出去，江佑威买了一杯芝士桃桃，又给小黑买了一箱羊奶。进宠物店之前，他先回到车上，把所有东西放进空间。喵喵，小黑已经洗了澡，坐在烘干箱里朝他叫。江佑威打开箱门一脚，给他塞了两根小鱼干。医生，小黑是我今天才领养的，他身体怎么样？要打疫苗吗？江小黑的身体状况不错，年龄比较小，大概4个月，血液检测免疫球蛋白抗体数量合格，应该是打满了4针疫苗。以后多注意补充营养，这个时候也可以尝试吃一些生肉，吃的要稍微讲究一点。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牌子，生病了可别拖，及时就医。你可以先买一些药备着，我这里也有卖，宠物医院也卖宠物用品。医生耐心给江佑威讲了一大堆，不知不觉江佑威跟着买了一大堆。等小黑从烘干箱里出来，江佑威就给他穿上新买的小背心。嗯，这样目标就明确多了。近日气温持续高升，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，江佑威开着车回到了家。喵江小黑看着凭空冒出来的猫房，吓了一跳。江佑威低头瞥了他一眼，神气十足扬起眉，怎么样，神奇吧？喵。江佑威把猫粮、猫碗、猫爬架、猫砂、猫砂盆全都拿出来，摆在客厅一角。屋里装了隔热玻璃，处处又贴了隔热膜，温度没有外面高，但是也闷热。考虑到小黑怕热，他又把客厅里的中央空调打开，接着给小黑装了一碗水，放在地上。搞着这些事，江佑威进了卫生间，也没出去几天，头发长长了不少，已经超过肩膀了。在脑海里想好造型，他拉开镜子后面的抽屉，从里面拿了一把剪刀出来，然后对着镜熟练的头发剪掉。几分钟后，镜子里的姑娘有了一头及耳的短发，她脸蛋漂亮，即便剪得参差不齐，状如狗啃，但有美貌的加持，这样的发型倒也别具一格。用手机叫了扫地机器人过来。江佑威拿着衣服进了里面的浴室，大约15分钟后，江佑威从浴室出来，小黑蹲在卫生间外面等他。江佑威涂完脸，弯腰抱起小黑，洗了澡的小黑毛软软的，香香的，竟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，难怪世界上有这么多猫奴。等着，给你做好吃的。江佑威把小黑放到沙发上，客厅里很凉快，一点也不热。他怕小黑无聊，给他打开电视，搜了猫和老鼠的动画片给他瞧。小黑没有乖乖看电视，他趴在沙发靠背上，盯着厨房的动向，生怕一眨眼就看不见人，仿佛那是什么人间地狱一般。进了厨房，江佑威从空间拿了一大堆食材出来，先用绞肉机把鸡胸肉绞碎，再打上鸡蛋，倒入羊奶，再切些火腿肠，往里面加面粉，加油搅拌均匀，然后放进烤箱，等待30分钟，香软小蛋糕就可以出炉了。江佑威又跟着网上的教学，做了一份胡萝卜鸡蛋糕，往里面加点盐和糖，也可以给人吃。来喽。
喵，小黑激动地跳下沙发，江佑威把鸡蛋糕放地上，又给小黑倒了半瓶羊奶。黢黑的小嘴吧唧吧唧，吃的小胡子白花花。江佑威拿起手机，拍了几张小黑进食的图片，发在了朋友圈里。他的好友没几个，除了王姐和李姐，就剩一个姜维，还被设置成仅聊天。图片一发出去，王姐和李姐就点赞评论了。王姐，这小猫真黑，不穿件衣服都找不到嘞。李姐，可爱。江佑威回复了两人后，在网上给小黑买猫粮和零食罐头。末世至少要持续8年，光靠今天在宠物医院买的食物可不够。不管小黑能不能活那么久，他都要做好长远打算。在网上下完单，江佑威账户的余额只剩了10000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要省吃俭用了。六月温度又增高了，最高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。高考和中考的时间全部提前。教育部发文件下来，六月初查成绩填志愿。新闻上死于热射病的人越来越多。中考结束，各中小学都停课在家，神兽回笼，家长们苦不堪言。小孩是最快乐的，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高温的恐怖，只知道在家可以看电视，吃酸酸甜甜的冰棍，开心的很。除了收快递，江佑威基本不出门。受高温影响，快递员的工作时间也变了，从晚上7点到凌晨3点，时间的变动带来很多不便，比如快递公司取消了送货上门服务，很多上班族白天还要工作，半夜送快递实在扰民。现在拿快递只能到地下车库的快递代收点自取。不寻常的高温天气弄得大家人心惶惶，许多人都在为未知的末日做准备，不信邪的也大有人在，可并不妨碍快递点每天爆满，直到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业主群才发了公告，当天快递必须当天领走，过期全部退回。江佑威给小黑买了很多宠物用品，天天都得下来拿。6月10号一过，温度又上升了，各个地区陆续停了快递，来不及发货的商家都在准备退钱，买到了物资的高高兴兴发着朋友圈，被迫取消订单的则骂骂咧咧。商家也不是不想做生意，已经有不少工厂因为高温运作而失火，伤亡惨重，没人敢去担风险。江佑威是快递点的常客，坐在竹椅上的老板认得他，一个小姑娘，剪着个男生的短发，每天都拉个小推车过来，做人也地道，还会给他带两瓶冰水。江小黑，又来拿快递呀？老板喊的是江佑威的快递昵称。他笑了笑，抬手推了下鼻梁上的黑框眼镜。老板也热情，把一箱一箱的宠物用品放在他的小推车上。谢谢。道谢之后，江佑威推着满满一车东西进了电梯。电梯在一楼停了下来，江佑威抬起头，一个穿着防晒衣的女生快速跨进来，刷卡按了8层。江佑威扫了一眼，没有过多关注。9楼到了，开门之前，江佑威已经调整好了小推车的方向，方便他出电梯。门一打开，一个男人正对着他家的猫眼往里面瞅。江佑威眼皮一跳，把手往小推车下一藏，从空间拿了一根电棍出来。听到电梯开门的声音，男人猛然转身，是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小伙。小伙一看到江佑威，立马扬起笑脸，露出一口大白牙。堂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江佑威愣了一秒，问，你是姜维？对呀。江佑威敛起眸，不动声色地将电棍收进空间。他推着小车出来，往逃生通道的小门一看，那门就是个摆设，想来姜维和之前的姜文年一样爬楼上来的。姐，你买了这么多宠物用品，是养了宠物吗？江佑威抬起头，像看智障一样看着他，不然呢？给我用吗？姜伟一顿，笑嘻嘻的去帮江佑威搬东西，看这架势，是打算厚着脸皮在这里蹭饭。江佑威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开门的声音里透着烦躁。喵，小黑蹲在门口守着，门一开就扑到江佑威脚边，他小心翼翼的，生怕爪子没收起来伤到人。江佑威把小黑抱起来，在鞋柜里拿了一次性拖鞋扔在地上。姜伟先打量了屋子一眼，空间很大，除了基本家具和一个豪华猫爬架，就没其他东西。姐，你这生活的还挺简约，客厅里开了空调，比外头凉快多了。姜维迅速搬完快递箱，赶紧换鞋去吹空调。姜佑威抱着猫坐在沙发上，看似在撸猫，实则盯着姜维的一举一动，猜到了姜维的小心思，不太耐烦地道，自己去冰箱拿喝的。姜维笑着说好。他边走边打量，注意到屋里用的全是奢华的牌子货。姜佑威家里有两个双开门大冰箱，一个放客厅，一个放厨房。姜维先进了厨房，扫视一圈，他揭开米缸的盖子，里面只有半袋大米。打开冰箱门，上面的保鲜柜里有一些蔬菜，下面的冷冻柜放些肉。他又打开客厅的冰箱，里面放的都是年轻人爱喝的饮料，还有满满一柜子的雪糕。姜维拿根雪糕出来吃，还给姜佑威带了一根。姐，你家里就没囤货吗？我看你厨房的米缸没多少米了。姜佑威眼皮都没抬，嗯，答得牛头不对马嘴。堂姐，你真不考虑跟我去乡下别墅住？姜佑威抿了抿唇，在沙发的坐垫下面摸到小黑的牛肉糕，打开喂给他吃。不去，我一个人挺好的，乡下看着是挺好的，可是真正的极热一来，树木枯的枯，死的死，囤粮总有吃完的一天。极热之下，种地养活自己纯属白日做梦，更别说山里还有毒蛇野兽。末日一到，政府的约束力在乡下几乎为零，就你家有吃的，不抢你抢谁？堂姐，我知道你生文念书的气，可是再怎么样我们也是一家人，就算你不想跟他打交道，也可以住我家那边嘛。说到这里，姜维压低了声音，网上的世界末日你也应该知道吧，这种时候可不能拿自己生命开玩笑。姜佑威偏头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，你倒是挺会为我着想，我家也没什么米，就不留你吃饭了。堂姐，我姜维脸色微变，看着女生冷冰冰的面孔，不太甘心地出了门。堂姐，要不我开车去帮你买些米吧。临走前，姜维加了一句，不用了，物极必反，好自为之。姜维听得迷迷糊糊，反问道，什么意思啊？姜佑威没有回答，直接关上了门。他总不能跟人说半年之后全球变冷吧，没好处的出头鸟他可不当。姜威碰了一鼻子灰，转身进了电梯。一楼以下的楼层都能按动，其他楼层则要刷密码卡。进了地下车库，他拿出手机给家里的老爸打电话。爸，姜佑威那丫头就是一根筋，就差我喊他姑奶奶了。他还把我轰出门，说什么物极必反，好自为之，这是变着花样骂我吧。爸，这辈子我从来没这么憋屈过，你换个人来吧，老子不伺候他了。姜威，你说什么混账话，他手里有钱40亿啊，我们家又不缺钱，就姜文年手指缝里流出来的那点钱有什么用？你是我儿子，又不是姜文年的儿子，他的钱会留给你花吗？爸，你就是沉不住气，要是跟姜佑威打好关系，后半辈子还会缺钱。他一个小姑娘能花多少钱啊？
姜维一顿，觉得老爸说的有道理。下午6点，外面的太阳还是很大，姜又微开着电视听官媒记者汇报近日情况。华国已联合其他各国的科学家正在探究异常高温的起因，推测这是地球的周期性变化，物极必反。科学家推测高温结束之后，地球可能重回冰川世纪。晒得黢黑的记者满头大汗地呼吁人民群众多囤物资，做好应急措施。恰时搁在一旁的手机震了下，姜又微拿起来看了一眼，业主群里正在讨论买物资的事情，有几个住户有车，正好今天晚上要出门囤货，在群里问要不要帮忙带点。一栋楼有20多户人，大家纷纷响应，只有姜又微一直潜水没说话。这不有人艾他了，1201，你家要买不？@901901，谢谢，我有辆电动车，晚上骑车出去买。1201，行。姜又微不想欠人情，这年头人情根本还不清，同样他也不想送人情，帮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。6点半左右，国家发布通告停工停产，消息一出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业主群的消息一直没停，不到2分钟就99家。天黑之后，姜又微给小黑做了个酸奶布丁，把鸡胸肉切成丁混在猫粮里，吃过晚饭便独自骑着电动车出门去超市，快递外卖全都停了，每天待在家里不出门，只会让人觉得有猫腻。这不，业主群都有人注意到他这个小透明了。5月底物价就开始上涨，到了6月更是直线上升，原来15块一斤的猪肉直接涨到了70块，99.9元一桶的食用油也是涨到399，蔬菜的价格更高，原先2块一斤的萝卜现在卖29.98。逛了一圈下来，姜又微就只买了辣条鸡爪这样的辣味小零食，像泡面、汽水、水果这样的紧俏货早就被抢光了。即便开了空调，超市也是一样的热，排了一个小时的队，终于轮到姜又微付钱，1028。收银员面无表情的报数，姜又微早就去银行换了现金。他从兜里掏出10张100和1张50，收银员接过钱，手指飞快从抽屉里找钱给他，这样一袋零食封了顶也就卖200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喽。接钱的瞬间，眼前突然一黑，突然的停电，致使人群一阵骚动。物价这么贵，工资却没涨，以后还不晓得有没有搬上。想到这，不少人直接拿着东西走人了。黑灯瞎火，谁知道付没付钱？不要急。不要乱动，技术人员正在抢修电线，很快就能通电。工作人员的嗓门再大，还是有不少人逃单，效果甚微啊！有人抢东西啊！混乱之中，姜又微打开手机手电筒，飞快跑出超市，赶紧骑上自己的小电驴回家，生怕跑慢一点就会被抢。各小区一片漆黑，太阳能路灯昏暗，折下来的人影悠闲诡异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听得见耳边细弱的风声。上一世也停电了，不过是在凌晨。姜又微不知道时间为什么会提前，或许是蝴蝶效应，他的重生使得时间线发生了变化。又或者是平行时空的姜又微死了，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那块玉石，他只是有了另一个姜又微的记忆。他在心中大胆推测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小区楼下。趁着四下无人，姜又微把电动车放进空间，爬楼上去。九楼看着不高，但爬起来真累。炎热的夜晚没有一丝风，姜又微喘到家门口时，全身被汗浸透了。他从空间拿出一盏台灯照明，然后拿钥匙开门，喵喵喵。小黑听到外面的声音，激动地叫起来，打开门，屋里的灯接的太阳能发电板的供电还是亮的，空调和冰箱全部断电，太阳能发电板的供电功率只有1000W。姜又微没让他接大功率电器，先安抚了脚下的毛绒团子。姜又微再从空间里拿了2个低功率空调扇出来用，冰箱的温度还比较低。他把客厅冰箱的插座拔了后收进了空间，又单独把厨房冰箱的菜和肉全拿出来放到空间里。忙完，姜又微洗了把脸，往空调扇里加了2块冰，吹了好一会儿风后，才有了凉快的感觉。小黑也热，趴在空调扇边上一动不动。姜又微从空间拿出一瓶冰可乐，喝下一口，冰凉的气泡几乎冲上天灵盖，好爽。休息完，姜又微掀开窗帘一角，外面还是黑漆漆一片。业主群里的消息多得像是炸开了锅，怎么还没来电啊？要热死了！物业呢？物业怎么还不去管管？人都热死了，我的手机都快没电了，再不来电，明天都要给我收尸了。这还是高档小区呢，小区的物业这么差劲？群里吵了许久，群主突然发来个物业公司的通告：亲爱的业主们，异常高温导致电路不稳，技术人员正在抢修，争取今晚通电，请各位业主不要同时开启多个大功率电器，尽量将用电功率控制在2500W，感谢配合。姜又微在客厅只留了最暗的一盏灯，小区里装了太阳能发电板的不止他这一户，别人都低调着，他不想炫耀拉仇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。姜又微先去洗澡洗头，他的头发短，不用吹风机也干得快。涂完护肤品，姜又微给小黑吃了养毛的营养膏，又用湿毛巾给他擦了脸和四肢，带着小黑把空调扇移到房间里，一人一猫呼呼大睡。第二天早上，姜又微是被热醒的，空调扇里水干了，吹出来的风燥热，拿出手机一看，群里说已经恢复了供电。姜又微赶紧打开卧室里的空调，客厅的中央空调功率太高了，他不敢开，怕跳闸。卧室里也有卫生间，姜又微简单洗漱一番，从空间拿出一张小桌子摆在床边，然后又拿出一屉小笼包、一屉猪肉煎饺和一碟辣子、一碟醋、一瓶冰过的羊奶。姜又微把小黑放在桌子上，他特别乖，不会乱动，安安静静等着主人把他吃饭的碗拿上来。羊奶的量比较多，姜又微给小黑倒了一半，又加了几个饺子放小黑碗里，快吃吧，喵。姜又微喝了一口羊奶，加快了进食的速度。吃完早餐，姜又微在主卫里洗小黑的盘子，高温之下放出来的自来水都是烫的，晚上洗澡都省了不少电费。盘子洗到一半，水流越来越小了，姜又微心头咯噔一下，不好，要停水了。抓着那一点点水流，姜又微飞快冲下盘子，还洗了个手，水龙头放不出来水了。姜又微把洗完的碗收进空间，手机噔噔震个不停，不用猜，业主群又炸了。很快群内的物业管理就回应了，水管爆了，正在抢修。手机上还有几条姜维发来的消息，还是打着感情牌叫他去乡下，顺便提了借钱买物资的事。姜又微没理，从空间拿出平板和冰镇西瓜，搜了个电视看。小黑趴则在一边玩玩具，有空调吹，一切倒还舒适。中午12点，姜又微从空间里拿出一份虾仁蒸蛋，一份凉拌黄瓜和小半碗米饭。中午太热，他的胃口不是很好，加上吃了半个西瓜，也没有很饿，吃了一口虾仁蒸蛋，味道还可以。他
巴黎小拌混在江小黑的猫粮里。吃完午饭，水龙头还是放不出水，江又微用空间里的水洗了小黑的盘子，下午两点也没来水。业主群里不少人有怨言，抢修的有个时候吧。什么能修好？物业费这么贵，不能拿钱不干人事吧？之前家里买的几瓶水都快喝光了，到底有没有水啊？这么热的天，没有水可活不下去啊。谁家有水？救个急，我家有，但不多。需要的私聊，下午三点，水管依旧没抢修好。江佑威拿了温度计测温，外面的温度已经到60摄氏度。白天出门真的会死，也难怪抢修队一直没动静。拉好窗帘，将阳光全部遮挡住。江佑威打算睡个午觉，刚躺下去就听到门铃声。他躺在床上没动，门铃接连响了一分钟，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江佑威翻着白眼爬下床，从空间里拿出平光黑框眼镜戴上。是的，他的白色熊猫眼还没消，遮光窗帘很赞，没透一丝光进来。江佑威手拿电风扇，脚踩人字拖，将门打开一小半，外头热浪涌进来。江佑威蹙起眉，本就不止的汗，这下流得更加欢了。隔着热辣的防盗不锈钢门，江佑威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打量门外的女孩。女孩穿得很清凉，皮肤比较白，吊带热裤正好凸显出好身材。这人他前世遇到过，没打过交道，只听说是个网络主播。你好，小哥哥娇滴滴的声音，麻的江佑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小哥哥，他歪了下脑袋，低头扫视自己一身的装扮。昏暗的视线中，服装场景的男士短袖短裤，配上麻溜的小短发和黑框眼镜，确实有宅男那味儿了。门外的女孩扭了扭身子，声音愈发嗲，可以借我一点水吗？我真的太渴了，好不好吗？小哥哥，江佑威皱起眉，他看起来真的有那么好说话。小姐姐，你也要借水吗？江佑威捏着嗓子开口，门外女孩一愣，面前这个是女的。不等他开口，江佑威撒着娇，我也没水喝，你借到水之后能不能分我一点，好不好吗？小姐姐说着，江佑威在原地跺了跺脚，声音甜得发腻，好熟悉的场面。女孩连忙后退一步，嘴里低声骂了一句，妈的，白浪费老娘这么多时间，匆忙走楼梯下去了。江佑威没听清她说了什么，估摸着也不是什么好话，咋的，就她能撒娇卖萌。晚上，江佑威吃了一份凉面，又包了两个火龙果，还给小黑尝了尝，他吃得很欢快。噔噔噔，手机震了好几下，江佑威拿起来，物业发了限时供应的公告，供水已恢复，从明日起供水供电时间为23点至5点，请各位业主做好充分准备。群里一下就热闹了，晚上我们睡着了才有水有电。那我们还睡觉吗？对呀对呀，我打听了，我们小区还算好的，有些地方更惨，一天就通一小时电，要不白天睡觉的了。我年纪大，白天我可睡不着。群里七嘴八舌的吵着，群主站出来了，大家都别吵，官方已经发文了，所有商铺晚上开业，大家白天安心睡觉吧。随后群主发了官方新闻的链接出来，江佑威点开链接看了一眼，文末有一行小字，各城市基地正在建造中，请及时关注官方动态。极热到来之前，持续的高温已经做满了铺垫，高温之下，电力与水利工程受到重创，全国多个地方被迫停水停电，民生潦倒，政府高层也在积极寻找应对措施，马不停蹄建造基地，为人民解决基本生活问题。上一世江佑威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基地建好的消息，本想开车去，哪知又被偷了，留在小区会饿死，无奈只能硬着脸皮求人带自己一起去海城基地。极热之下，土地干涸，营养匮乏，普通的粮食种子种多少死多少，没有粮食来源，只能勉强混个三分饱。基地人多，房子少，一间30平的房子至少要住50号人。房里虽然有空调，可外面是7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，室内温度最多降30摄氏度，人一多，室温就没下过60摄氏度，依旧是热得不行。汗馊味和尿骚味混在一起，还有尸体腐败的臭味，人前脚才死，后脚就有人搬进来。据他所知，其他基地也没好到哪去，这辈子他打死也不要去那鬼地方住。江佑威从链接里退出来，群里的新消息又增了100多条，有人说超市又涨价了，喊大家赶紧去买。江佑威想到自己空间里还剩最后几千块钱现金，他也拎上垃圾袋出门。喵，小黑亦步亦趋跟在后面。江佑威换好运动鞋，叮嘱小黑，外面很热，你乖乖在家吹空调，我很快回来。喵，江佑威一边擦汗一边锁门，他有很多囤货，根本不用出门，可不出门又怕被有心人盯上，还是得随大流装装样子。夜里虽然供电，但是电梯不供，江佑威只能走楼梯下去。刚下到8楼，就和要出去的8楼住户撞了正着。江佑威眯起眼睛一看，巧了，这不就是借水的撒娇妹吗？显然撒娇妹也认出她来了。撒娇妹手举着手电筒，看清了面前短发女生的长相，虽然戴着眼镜，皮肤也说不上白，但脸上没脏东西，连黑头都没有，鼻子又挺又翘，没化妆，嘴巴还粉嫩嫩的，清冷中透着几分可爱。撒娇妹一看到这脸，心中就涌起一股熊熊燃烧的嫉妒之火，只有女生才知道她的底子有多好。江佑威看着面部逐渐扭曲的撒娇妹，眉头微皱，不就是没借水吗？至于这样盯她，你去超市。撒娇妹收起视线，冷不丁冒出来一句。江佑威没搭理她，越过人就往楼下走。撒娇妹又问了，你好像有车吧，你是开车去吗？江佑威再傻也能猜出来他接下来想说的，他挑起眉看了撒娇妹一眼，笑着问，姐姐你也是去超市吗？撒娇妹微微仰下头道，是啊，你开，既然都去超市，可以让我蹭个车吗？江佑威抢先把话说完，撒娇妹一愣，他还想蹭车呢。江佑威抿了抿唇，看着撒娇妹一脸不可置信，姐姐你人美心善，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撒娇妹他并不想搭理面前的绿茶，江绿茶不依不饶，一张小嘴接着巴巴，姐姐你该不会没有车吧？撒娇妹一脸震惊，她哪只眼睛看到自己没车，都怪我没有眼力劲儿。虽然姐姐表面看起来人模人样，没想到生活竟然如此凄惨，咱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啊。撒娇妹听这话气得差点飙脏话，谁跟你同病相怜，我身上穿的可都是牌子货。撒娇妹的脸都快凝成麻花了，这死绿茶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几天，还好意思跟她相提并论。江佑威盖过眼底的讪笑，轻叹一声，呀，姐姐恼羞成怒了，真对不起，早知道我就不接你伤疤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他妈的有病吧。撒娇妹忍不住破口大骂，声音也不嗲了，粗犷得很。江佑威扬起下巴，嘴角勾出一抹嘲讽，我好得很，没病啊，倒是你嗓子好了呀。见绿茶笑话他，撒娇妹再也绷不住了，谁在下面啊？上面楼梯传来男人的声音，
撒娇妹愣在原地，到嘴的脏话全都憋在肚子里，手电筒的光照下来，江幽薇背过身，没让人照到脸。张大哥，撒娇妹掐着嗓子甜甜的喊了声。张大全走下来，看到撒娇妹时脸上多了几分笑容。小美，这是你朋友啊？张大全站到撒娇妹身边，视线在江幽薇身上扫了一圈，骨架这么小，应该是个女生，不认识的。撒娇妹白了江幽薇一眼，然后笑着看向她的张大哥。张大哥，你要去超市吗？对，现在物价涨得太快了，得多囤点东西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撒娇妹就等这句话，赶紧点头答应。她有车，可是没钱加油啊。张大全朝撒娇妹笑笑，转身问楼梯下的江幽薇，你要不要也一起？听见这话，撒娇妹的脸僵了僵。张大哥，我们要囤货，再来一个人，车里会不会有点挤啊？说话间，撒娇妹贴近了张大全，饱满的胸脯不小心蹭到了男人的胳膊。欧莫，江幽薇眯了眯眼，撒娇妹都暗示到这里，张大全顿时有些荡漾。确实，那我们先走。撒娇妹神气十足，瞟了江幽薇一眼，小鸟依人的跟在张大全身后，江幽薇跟在他们身后，默默下了楼梯。看到两人进了地下车库，江幽薇先扔了垃圾，然后默默从空间拿出了自己的小电动，才下来一会儿，江幽薇就汗湿了衣衫，汗水止不住的往下流，深呼一口气，她从空间里拿出一颗冻得硬邦邦的荔枝味果冻，一整个包进嘴里，丝毫冰。感受到凉意，江幽薇骑着小电驴往超市赶。离小区一公里远的地方就有大型超市，昨夜突然停电，很多人趁乱逃单，超市损失严重。为此，超市今天加强了安保，身宽体壮的保安手里各个拿着电棍，几百号人一拥而进，你争我赶的奔向粮区，大米不要钱似的往肩上扛，扛不动就去零食区。江幽薇走慢了一步，能顶饱的饼干被拿的没有几包了，打架争吵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在混乱之中，江幽薇在地上捡了一包香葱味的苏打饼干，她无意与人争夺生存资源，转了一圈，挑的都是比较冷门的食物，主要是她实在抢不赢那些大爷大妈，一番满打满算，正好能将手里剩的现金花光了。结账的人排起长队，江幽薇买的不多，完事也快，站在队伍靠前的位置。姑娘，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妈站到江幽薇身边，小推车装得满满当当。江幽薇目不斜视，没有搭理这位大妈。姑娘，姑娘，大妈直接上手，拍拍江幽薇的胳膊。江幽薇依然是眼不见为净。大妈愣了下，站在旁边自顾自地说：“姑娘啊，我家里还有个孙子，他年纪小，一个人在家害怕哟。”姑娘啊，你看，要不然我先买单。反正你东西也挺少的。江幽薇一听这话乐了，她扭头看了看大妈，笑着拒绝：不行，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等着呢，她在家更害怕。大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下来，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，我插个队能耽误你几分钟吗？我不怕耽误，可家里80岁老人怕呀。大妈姨放软了话语：姑娘啊，大妈年纪大了，这队这么长，天气又这么热，我这把老骨头熬不住哦。江幽薇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少的可怜的商品，又看了看大妈的一车东西，说：大妈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一个手臂比我两根大腿粗，强壮得很，我这细胳膊细腿哪里抢得过你啊。前面排队的年轻男人往后看了一眼，扫过江幽薇时眼神中满是鄙夷。江幽薇，他笑着对大妈说：大妈，您站我前头，别人不晓得尊老爱幼，我晓得。大妈，您站我前面。年轻人洪亮正气的声音响起，大妈脸上乐开了花，连忙说了好几个谢谢，目光还有一扫了扫江幽薇，似在炫耀：看吧看吧，你不让我插队，有的是人让我插队。江幽薇扯了扯嘴角，满脸写着无语。他瞥了前面人一眼，抓准时机，大长腿就那么一跨，动作比大妈快了一步，你要看着挤到前面的短发假小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：喂，你凭什么插队呀？江幽薇心安理得的站着没动，反问：那他凭什么插队呀？人大妈上了年纪，家里还有小孙子等着他回家呢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我家里有80岁老母也等着我回家呢，晚了怕是要饿死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我看你也是读过书的，你这样编瞎话插队有意思吗？江幽薇轻嗤一声，反问：你质疑我就不质疑这个大妈？我看你也是读书的，你做好事我管不着，同样你也别管到我头上。李耀抿紧了唇，一言不发。现在你要牺牲我的利益去成全你的美名，对不起，别踩着我当好人。你李耀想反驳，却不知道能说什么话。大妈顺势站在李耀前面，看了看前面的江幽薇，发出一张好人卡：小伙子，你是个好人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后面排队的人本身就多，江幽薇和李耀争吵的一番话也被后边人听见了。李耀后面的人拍了拍他的肩，语气不甚耐烦：这鬼天气，我还急着回家呢。说罢，挤到了李耀和大妈前面。没一会儿，接连好几个人以同样的理由挤到前边。本来快要买单的李耀，一下子就到了队伍的中下段。大妈这生气啊，直接骂那些人目无秩序，就知道插队。你不也是插队的？站在前面的凶悍男人瞪过来一眼，大妈姨低头别起个脸，不敢还嘴。江幽薇早早买了单，拎着一袋子零食回家。这个时候的秩序还维护得不错，等到超市关门了，没有食物来源就开始乱了。回到家里，江幽薇先锁好门，随后赶紧去吹空调，等身上的温度降下来了，她就带着衣服进浴室洗澡。家里用不到的家具家电全部被她放进了空间，任何活动都在主卧进行。换了件凉快的背心，从拿出空间的冰镇西梅汁，又端出一盘小龙虾，找了个搞笑综艺边看边吃。她今晚是不打算睡了，等到天亮再睡。翌日早上5点，江幽薇打开两个空调扇，往里面加好冰块，并将出风口全部对准自己。她熬不住了，脑袋一沾枕头就立马睡着。再次睁眼时是被热醒的，后背全被汗水浸湿，额间的碎发也晕湿了。江幽薇赶紧爬起来给空调扇加冰块，看了眼时间，现在是下午5点半，外面的太阳还没下山。江幽薇开了一盏小灯，照亮了房间。小黑趴在身边，看到主人起来了，于是也爬起来伸了个懒腰。江幽薇拿出毛巾，用昨天晚上用桶接好的水洗了把脸。小黑也有毛巾，江幽薇用自己的洗脸水接着给小黑洗脸擦脚。一觉醒来，肚子空空的，她赶紧从空间里拿了份热乎的蜜汁鸡翅和酸辣土豆丝出来，香甜入味的鸡翅一抿就脱骨。香软大米饭搭配酸辣土豆，馋的小黑直流口水。喵，江幽薇见他馋得可怜，给了他一块手动剔骨的鸡翅，熟肉骨头太硬，
他怕这小黑猫啃不动直接梗死。吃过饭，从空间接了一杯直饮水喝，冲淡了口里的咸味。吃完的饭盒全被江佑威放进空间，这么热的天放着会臭还会生虫。晚上8点，小区并没有按时来水来电，物业又发了新的公告，供水供电时间改成1点至3点。业主群里又吵了一天。晚上10点，江佑威吃了炸�鸡和可乐，小黑也混了几块鸡肉吃。凌晨2点，江佑威趁着供电赶紧吃完凉面去洗澡，还给小黑洗了脚。趁着太阳还没出来，江佑威赶紧睡觉，睡前往空调扇里加满了冰块。这一觉睡得比较沉，江佑威一直到6点多才醒。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加冰，简单洗漱以后，江佑威从空间里拿出一碗肉丝拌粉，又拿了一份紫菜蛋花汤出来，汤有些烫嘴，江佑威把它留到最后喝。第二餐吃了一个辣椒炒肉，辣椒不是很辣，肉放的超多，是江佑威以前在家自己做的，他吃的很满意。凌晨3点，江佑威洗完澡出来，只吃了一份西兰花。在家待了小半个月，江佑威没有出门，温度又上升了不少，马上就突破70摄氏度。海城的供电供水系统完全瘫痪，手机的信号也越来越差。断网这天，江佑威决定出门倒垃圾，顺便看看外面的世界成什么样子。即便是夜晚，外头的高温依旧灼人。江佑威套上隔热服，给小黑留好食物和水，又在垃圾袋上狂喷了一顿花露水，然后仔细锁好2道门。他这几天吃的太香了，要是被人闻到了垃圾袋上肉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进到楼道，江佑威浑身一颤，汗水瞬间爬满，覆盖整个身体，眼睛糊了一片，根本睁不开。在门口缓了好一会儿，江佑威才勉强适应，打着手电筒下楼。小区楼下有不少人，还有一些人在摆摊。江佑威扔完垃圾，凑到最近的摊子上瞄了几眼，摊主是个漂亮的女孩，地上放满了漂亮裙子和名牌包，这些物品她也不卖钱，只换吃的。整个国家基本处在瘫痪状态，有钱也买不到食物，钱币跟废纸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围在摊主面前的大都是男人，一个个直勾勾盯着美女露出来的大腿，言语也是猥琐。即便他们眼神在炽热，也没人上前，没有食物就会死，他们还不至于为了身下2两肉搭上自己的命。只瞥了一眼，江佑威默默走开了。他不是圣母，没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，末世里谁都惨，他最多管好自己和小黑。在光秃秃的小花园里逛了一圈，江佑威什么都没买。上楼之前，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地下车库还有辆面包车，这次可不能再让人把他的油给偷了。江佑威决定趁着人少去把车收进空间，悄咪咪从小门溜进地下室，确定周围没人，江佑威抬手按在车上，意念一动，面包车凭空消失。做完一切，江佑威浑身轻松，打算走消防通道上楼。刚靠近楼梯口，便听到楼道里传来隐忍的喘息声。嗯哼。江佑威关掉手电筒，踮着脚悄悄靠近楼梯口，没有光，眼睛看不见，可鼻子和耳朵的灵敏度上升了。江佑威刚靠过去，就闻见类似石楠花的气味，在高温的作用下，气味更是浓重。江佑威赶忙伸手捂住鼻子，靠着墙角，大气儿也不敢出，正想悄悄走人，却听到里面的女人讲话了：“马哥，不要再动了，等下张大哥下来看到会生气的。”顿时，江佑威竖起耳朵，听着声音，好像撒娇妹啊。粗厚的男声紧接着在后面响起：“怎么，你乐意跟他睡？他有我好。”马哥，你坏。江佑威被二人的聊天对话惊起一身鸡皮疙瘩，看来撒娇妹和张大全是一对，叫马哥的这是之三当三。再过几天海城基地就要建好了，到时候老子带你过去吃香喝辣。躲在暗处的江佑威，海城基地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末日之初，各种管理制度都还在试运行中，难民数量多，粮少地少，很多人直接揭竿而起，基地暴乱。暴乱没持续多久，就恰好遇到极热结束，来势汹汹的冰雹雨直接杀了一大半人。撒娇妹娇妹的叫声直接将江佑威拉出回忆。马哥，我们得快点了。你不是说要搞点汽油吗？不差这会儿，张大全不是还没下来吗？撒娇妹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江佑威也破案了，合着上辈子他开不了车，就是这仨把油给偷了。想到这，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哐当。身体撞在铁栏杆的上的声音把江佑威吓了一跳。负一楼到一楼之间用的都是不锈钢扶手，一楼以上才花钱整了木头的。江佑威勾起嘴角，从空间拿出一根电棒，调好功率后悄悄走上一级阶梯。电棍刚碰到铁栏杆，一道青蓝色电光嗤嗤向上跳跃，黑暗中隐约勾勒出两道浅浅的轮廓。江佑威瞬间就收了手，听见几声闷哼，紧接着就是重物倒地的声音。电流不高，死不了人。江佑威收起电棍，悄悄从进来的小门出了车库，绕到小区的公园里。在外面逛悠的人明显少了些，江佑威拿出纸巾擦汗，边擦边往进了单元楼。刚上到二楼，就有人匆匆打着手电筒下来，强光照的人睁不开眼。江佑威眯起眼睛，勉强认出这是张大全。他很识相的靠墙站，让出一条路让他下去。张大全瞥了他一眼，低声说了句谢谢。听到越来越远的脚步声，江佑威原路返回，悄悄跟在后面。张大全下到一楼，这个点很多人都陆续回家了。他放轻脚步，从往地下负一层走。也不知道老马和小美靠不靠谱，要不是家里有事被绊住，他也不至于把这么大的事交给别人去做。下了阶层台阶，就闻到一层难以言喻的气味。张大全皱了皱眉，难道车库里还有人？小美竟然没有上来通知他。张大全正了正神色，若无其事下去打探，手电筒照到下面的台阶，便看到一对赤胸裹体难舍难分的男女，不知为何双双倒在地上。张大全在心里暗笑一声，现代人还真是会玩，这时候还有心思想这事。等他慢慢走近，看清地上两人的脸时，脸上笑容顿时僵住。好呀，这两人直接当着他的面搞上了。张大全握紧拳头，手臂上的青筋跳起，他抬起脚卯足了劲踢向老马的屁股。哎呦，老马被电得迷迷糊糊，被张绿帽全力一踢，整个人恍如梦中惊醒。撒娇妹也被这动静惊回神，她慌乱爬起来，捡起地上的衣服裹住私密布，一脸惊慌地看着台阶上愤怒的男人。张大哥，贱人，待会再来收拾你。张大全冷冷瞪了撒娇妹一眼，随即抡起拳头就往老马身上砸。老马也回过神了，莫名其妙晕倒，还白挨了张大全一脚。他本就是个地痞流氓，脾气也是大得很，也不顾穿没穿衣服，当即就跟人打了起来。张大全，你他妈的就是个废物，睡个女人少你一两肉了。老马被电麻了，手上力气一时半刻恢复不了，很快就让张大全占了上风。他的拳脚打不过，于是边吐口水边骂人：“他妈的，我还没睡你老婆呢，下次要让我逮着机会。”话音戛然而止，老马抬起手摸了摸半边脸，从嘴里吐出两颗牙：“老子跟你拼了！”
吃瓜本质牢牢刻在人类的骨子里。江佑威趴在楼道口，暗道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真乱啊！外面有人进来了。江佑威听见脚步，赶紧往上跑了一层楼。几个大妈结伴从外面回来，听到楼道里有人打架，赶紧呼朋唤友的过去看热闹。江佑威倒没去看，悄悄回了家。从浴室洗完澡出来，江佑威隐约听到外面有人吵架。楼梯间外面也有个窗户，江佑威也在那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。他从空间拿出一台空调扇，坐在楼梯间里吹，听着八层门口的热闹。人多其实味道很臭，江佑威在楼上都闻到味了。灾难之下，水异常珍贵，大家根本不舍得用水去洗澡。大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张大哥结婚了，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会跟他交往的呀。不知道。我家住十二楼，你住八楼。上次我跟张大全往你门口过，你还出来扔垃圾了。这叫不知道，怕是那时候就已经好上了吧？一个在网上打擦边球的女主播，见着男人就往上靠，你还有没有廉耻心？我不是，不是个屁。前脚抢我男人，后脚跟别的男人搞在楼道里搞，真是不要脸的浪货。我是被逼的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大家可要把自家男人看紧点，别被这狐狸精给勾走了。撒娇妹说一句，张大全老婆就骂三句。没一会儿，楼下就传来女人隐忍的抽泣声。今天闹出这样刺激的事，人心中的恶会放大，太平日子不多了，估摸着人要上来了。江佑威拔掉空调扇的电，把东西收进空间，正要进门，耳边听见一阵嗡嗡声。没办法，不洗澡实在是太臭了。江佑威从空间拿出电蝇拍，对着周身一顿狂扫，听到清脆的电击声后，他赶紧推门进屋。在外面看热闹出了一身汗，身上黏哒哒的。江佑威可不想这样上床睡觉，光线暗，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苍蝇跟着他进了屋，便选择在客厅的卫生间洗个澡，再进卧室。从空间里拿了一桶温水出来，往里面加了点驱虫花露水，把脱下来的衣服全部放进空间，用意念一检查，还真在空间里发现了一只死苍蝇。快速洗完澡，往身上喷了点花露水，江佑威快步进了卧室。他身上的香味太重，小黑没有第一时间靠过来，这样也挺好，毕竟天热，有个毛绒团子粘着就更热了。断网断电断水，整个世界好像被按了静音键。江佑威现在的乐趣就是手机平板上下载好的影视剧，以及在二手市场淘的书。小黑只要叫一声，江佑威就知道他是饿了还是要拉粑粑。屋里的帘子拉得紧，分不清白天夜晚。江佑威每隔六小时就吃饭，吃完一天三餐，做做运动，再看会书，就准备睡觉。要不是有只猫在身边，他的语言功能怕是要退化了。大约过了五天，江佑威还在睡梦中，被小黑的尾巴打醒了。喵喵喵喵喵，一长串江佑威没听过的声调。他抬手打开灯，小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，已经蹲到了门边。江佑威拿起床头柜上的手表，看了一眼时间，现在才下午三点，很多人这个时候还在熟睡当中。他趴在门上，隐隐听到大门外有声音。江佑威穿上隔热服，为了防止汗水呼眼，拿出游泳的护目镜戴上，又拿上电棍，悄悄出了房间，走到大门边。乒乒乓乓的声音越发清晰，有人在撬他家的防盗门。江佑威大步走到门边，将门打开一个小缝。久违的日光下，穿着单薄汗衫的男人汗如雨下，正孜孜不倦地拿着工具跟防盗门死磕。听见开门声，男人手上动作一僵，讷讷地抬起头，神色略微有些慌张。只是看到门后躲着的那张清秀的脸，眼中立马晕上一抹狠厉。他索性也不撬锁了，铁扳手直接往不锈钢防盗门上一砸，恶狠狠地开口：“给老子开门，否则老子把你这破门砸烂之后，第一个就上了。”吃吃，看着浑身抽搐到翻白眼的男人，江佑威森森一笑，把电棍的开关往上再移了移。他不是什么好人，既然盯上他，自然得付出代价。今日若心存善念，明日就是他死无全尸。大约半分钟，闻见一股焦味，江佑威慢条斯理地关了电棍，男人头发连根竖起，口冒白烟地倒在地上。江佑威戴上绝缘手套，打开防盗门，男人的心跳已经停了。从男人的口袋里搜刮出两袋压缩饼干后，江佑威把人放进空间，顶着高温往楼下走。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世道可言，杀人放火也是越来越猖狂。到了一楼，江佑威打开楼梯间的窗，手一挥，空间里躺着的男人摔在外面的一处阴蔽处，高温下中暑死亡的人不计其数，没有人会怀疑到他头上。江佑威淡然收起视线，关上窗门后往楼上走。回到家，他先在客厅的卫生间洗了澡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后再进卧室。喵，小黑趴在床沿低声叫着，江佑威现在也睡不着，从空间里拿出草莓布丁和江小黑对半分。吃完之后，他拿出瑜伽垫，做了两个小时的运动之后，这才有些困意，小睡一会儿。江佑威被小黑叫醒，他给空调扇加满冰块，掀开窗帘一角，又把窗户打开了一个小缝，听清了外面小喇叭的喊话：“海城基地已建成，请大家收拾行李，自行前往。”江佑威把窗户一关，隔绝了外面的热浪。他是不打算去海城基地的，那边没有单人住房，他才不要去大食堂吃残羹剩饭。在房间里躺了一会儿，江佑威才爬起来吃了一份冰芒沙拉。他已经很久没用厕所了，但凡有一点冲水的声音，楼上楼下都能听见。这么些天，江佑威都是用大号猫砂盆解决。刚开始，江小黑看到他用小铲子埋粑粑，震惊的连厕所都不敢上。后来习惯了，还会主动帮忙。江佑威倒也不必如此懂事，垫了肚子，听到外头有砸门的声音，江佑威赶紧用口气清新剂喷了喷嘴，免得被人闻见食物的香气。套上隔热服，他才慢悠悠地打开第一道大门。门外站了一个青春活力的女生，梳着特别精神的马尾，一看见人，女生就开口笑：“你好，我是五楼的业主刘莹莹，海城基地建造好了，我来通知你。”江佑威朝她点点头：“谢谢，不客气，记得早点出发，那边条件好，有水有电，早去早享受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帮忙。”刘莹莹莞尔一笑，报了一串地址，就去别的楼层通知人了。江佑威见人走了，飞快关上门。上一世，江佑威就是搭了刘莹莹的车，因为这份人情，在基地的时，江佑威处处帮他干活。后来基地沦陷，江佑威也是极力护着他，甚至差点冻死。刘莹莹没有一丝感谢，反倒觉得理所当然。说起来，刘莹莹还比他带了两岁，这老妈子谁爱当谁当，他是不伺候了。第二日，江佑威被外面的汽车鸣笛声吵醒，手表上显示早晨六点，他才睡了不到两个小时。趴到窗边一看，外面的汽车排起长队，都想着早点去基地。不少人因为谁先走起了争执。江佑威从空间里拿出耳塞，接着到床上睡觉。下午五点，江佑威迷迷糊糊的起来，天还是亮的，掀开窗帘，马路上时不时有车路过，都是去基地的。江佑威去卫生间洗漱了一番，这么热的天，他也不想涂水乳了，这脸上每天油腻腻的，涂多了东西还长痘。醒来第一餐，江佑威拿了一碗绿豆粥出来，配上辣口的萝卜干，他连带喝了两碗。小日子悠哉滋润。
时间又过了5天，